2024年1月5日，月球运行到了角宿，早上7:39，月球与角宿一相合，会出现月城左角的天象。角宿有两颗星，角宿一为左角，角宿二为右角，是即天官疏云，左角里，右角降。角宿二星如同关隘，横亘在黄道之上，故称为天官，而两星之间则称为天门。日月五星由此门而进入天界，因此也被称为三光之持道。